这里有一句话说：“治理业也，转凡尘生。”理到了基础叫治理，言语不在多，一句话就行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念老把这句话引用在这个注解里头，这治理业言呢，我们就知道阿弥陀佛名号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这一句名号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还是这一句名号帮助我们证得究竟果位啊，华严所说的妙觉如来啊，始终不离这一句名号啊。往生论上一法句，这一法句也是名号啊。啊，无论讲多少，最后一句名号统摄了，啊，全部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下面的话是念老师说的，这仅此一点，大地无寸土啊。这是比喻。啊，经过这一点，大地无寸土是中文的话，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无不是自性，就这个意思。明心见性，从相上看到性的啊，性是体，从体现象，从相起作用。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经题《大方广》就是讲的体相用。啊，用大来形容体，方就是相，广就是用。啊，把宇宙万事万物归纳这三处。就圆满了。啊，大地无寸土就见性了，这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在净土，就这一句名号。